在电影《天能》中，演员们被要求要会倒着说话，尤其是大反派 Seder。 那么饰演他的演员肯尼斯·布拉纳不仅学会了如何倒着说话，甚至可以把俄罗斯口音也倒着说。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，肯尼斯同时也是漫威电影《雷神一》的总导演，他也是《复仇者联盟三：无限战争》中说出开头第一句话、发出求救信号的那个人。Because anger scars over into despair。 但是以上两个都不是他最有名的作品，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他在《哈利波特》系列中出演的一个角色，相信只要看过的都一定记得。对，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 Professor Lockhart， 这下再没人能质疑他的演技了吧。 Hello， Who are you？